严翔老师，昨天我们有三只涨停板，今天有两只涨停板呢。大家想了解吗？当然喽，看节目喽。欢迎投资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好，平花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股市在走，妍希一定要有，跟紧甜心就对了。今年已经累计23只的长辈股给大家，那么重点有没有让你呢这一波从产业新修跟着甜心一路赚到了浴火凤凰？昨天三涨停，哪三涨停帮大家复习一下，一个小潜艇，对，第二个文业，是，第三个是我们的照例造嘎波，今天又有两只涨停板，我的老天儿啊，一样是一个文业。对，哎，老师，那另外一档哦，另外一个我们的扬眉吐气，恭喜所有的好朋友们，哇，越赚越多的，越多舒服啦！哎，文业是两天两涨停呢，哇，水当当哈，当当那水呢。林夕老师，你用复制后跟立台一样的模式了，真的。你节目讲立台，是你要我来上先修班，先修班拿小礼物，也是讲立台，对呀。那林夕老师，你产业先修，你叫我看文大强通路股，你给我文业乌啦哦，结果现在浴火凤凰，你还叫我拿文业，有的、哦，再次恭喜大家！撸探撸贼，这么贴心的老师哪里找？就在这里啦，越赚越多了哈，舒服啊！哎，这个叫创历史新高哦，来哦，嗯，创历史新高叫什么？你任何时间买。哎、都是赚钱的、哦、再来呢，天高皇帝远，嘿，那万里无云了啦，没人管得到啊、没有人，获利继续跑，继续奔跑懂了哈，懂懂懂懂懂。好，同样看一下这个盘势，我昨天已经提醒你了哈、嗯、震荡稍微震荡了，你现在看到的是大盘的 K 线、嗯、那我要提醒你哈， OTC 的 K 线是水当当，已经形成 W 底哦、欸、是，那我也一直告诉各位，我说行情哈现在是很好、嗯、你常听到近期是，哎呦，从底部这样拉起来，行情这样一路涨700点很好，是，你会觉得是这样吗、嗯、我告诉各位、嗯、这个行情不是只有很好可以形容，嗯，那安内是这个行情会很大、哦、不止好还会很大，为什么、嗯、你今天真的要给我认真听，你一定要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在第四季还没走完之前，在大选还没来临之前、嗯、我麻烦你一定要开天眼，一定要、嗯、一定要，是，你看哦，我说过了，前波在回落的时候，十月这一波全市场是不是都在吓你、嗯、哼，只有妍希啦叫你来边学边赚，边赚边 学，然后我告诉你这一波的台股回点前面的缺口、嗯、对不对、嗯、记不记得5月25号的向上跳空缺口回点第五次了，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行情是很大，嗯，不是只有很好，是，你要知道的是这一波直接去破万六，对不对、嗯、那破万六马上三天内站回来之外，我说啦，你要跟着大户走，对不 对，你要很知道筹码的变动，你要知道台股一破万六收脚的时候谁在买，关股是，八大行库投信是，代操基金全部买下去，我现在还要告诉你下个月还有那个劳退基金预计要准备进场，换句话说台股有欠钱吗？没有啦，满到天灵盖去了，妍希老师，台股的资金活水满到天灵盖、啊、现在感觉好像有点在嘎外资、欸、嗯，我说啦，今年上半年我们装光赚外资回补潮、嗯、对不 对，我们就23档长辈股，是的，那现在我知道10月外资一直卖一直 一直卖，我可不可以11月嘎它？可以呀，我可不可以12月嘎它？我嘎到1月大选可不可以？可以，那外资呢随随便便买被嘎到受不了，一直输也是很丢脸耶、欸嗯前面三年已经输了，今年还是输，就很奇怪啊，对哦，他真的不知道台湾人的实力吗？我们要站起来呢，一定要站起来、嗯欸、我真的觉得我以台湾人为荣、欸嗯、是的，我真的觉得我们产业强、嗯、能力也强，公司也强强啊，有没有看到文业，嗯，哇，
这叫什么？我现在很大声的告诉你、我是通路的王，是你，对不对？妍希老师，你产业先修就已经告诉我了，有、通路老大了啦，产业先修就已经提醒我了。有，那我是不是告诉你后，他跟那个大连大的那个感情，从三年前就不好了，三年前情感纠葛到现在，我要娶你，你不嫁我，我啊，我最爱就不是你呀、啊，这不能强迫的啦，这怎么可以强迫了？要你情我愿，心甘情愿嘛，欸对啊、才可以两情相悦、啊，当然才能够长长久久、啊。有没有看到他跟翔硕以后开始两情相悦？有，两情相悦才会越来越好，真的感情越来越好。现在直接干嘛？大赚特赚，直接花1200亿，并全球第三大通路商。嗯、现在我直接华丽变身成全台最大全球第三大的，你现在也不要想来并我了，很难。我要不要考虑并你？是我要考虑了，你懂意思吗？欸、对耶，哎、欸，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哦，这那个角度哈，哎、欸，那个高度跟角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说是不是要两情相悦？当然才合理，当然两情相悦，你认为很简单吗？我认为很难呢、欸。嗯，为什么这样讲？好了，举例我来讲好了。好，你看我常讲哦，你一定要很爱我，当然，而且要爱我长长久 久。为什么要爱我长长久久？因为我说过，我不是吼一天讲一档股票，一天20档股票的分析师， no. 我不是。不用这么辛苦，不用这么累。你光看消费性电子这个概念好了，是这一盘你现在看到后，哎呦，这个行情很好，是后外资都在讲，这个叫三嘎行情，对不对？那你看哦，妍希老师，你在讲消费性电子后，你早在大概4-5月，你就先告诉我那个牛很会飞的谁？联阳啊，记不记得？当然记得。联阳，而且当时我告诉你，它很慢很慢，像老公公走路一样。各位，我不是要来说，我赚很多，不是。我要来讲的是，你要可以了解我的用心。是为什么？我4月、5月我就告诉你消费性电子回温，但是你现在翻开各大报纸、各大媒体才来说，你才听到外资在讲消费性电子回温，没错，又听到外资呢把一堆 IC 设计的大桶的股票哦，直接目标价提高。是我跟你讲，联阳我们是不是已经做成长辈股？当然，他一样把联阳的目标价提高，所以你说外资是不是？任性任性然后慢半拍我没讲哦，因为外资圈很多朋友老师你讲的时候是88块钱8-9字头的股价，哎，如果说现在他们才来讲，已经我们已经他调了一堆啊，联阳啊，对啊，联发科啊，发科我早就跟你讲了，还没修完啦，发科都快900块了耶，啊是啊，身那个身家来把浴火凤凰拿出来拿出来看，我认为很重要，这个消费性电子的议题我认为很重要。各位为什么这样讲？来，他现在已经告诉你后，很多的 IC 设计面临成长，可是你要知道 IC 设计是什么，其实就是消费性电子。嗯哼，那消费性电子你就是你平常吃喝玩乐看得到，我们的穿戴的手表也算，没错，手机也算，当然，然后 NB PC 通通都 算、啊，还有直播的一些道具需要直播的应用，三 C 的产品，所以软硬体你看到哦，它联发科、瑞昱、翼龙电、金豪科、森家有全部是调高目标价，告诉你。工研院也预估台湾明年的 IC 制造产值，这叫产值哦，比今年成长 14.3%。 哇，所以你再用这个想法来放在妍希身上，你有没有发现你今天看的妍希，为什么我要你很爱我？因为我不是这个看法变来变去的人，我可以早在4月就告诉你 IC 设计恢复成长，然后呢我给你联阳，联阳给你了以后给你茂讯，茂讯给你了以后给你兆力，有没有看到兆力？有，哇，妍希老师今天兆力还拉到180，哇，创新高啊，有的，天高皇帝远不想理他 啊真的越来越大尾了啊，我给你兆力以后后来我是不是又说浴火凤凰是产业先修，有，一定要边学边赚，边赚边学啊，我给你谁？文业啊，就是文业，连二拉二啊，文业是不是IC 设计通路商？是的，这个我是不是给你一个整体的概念？哎，你是把都兜起来了，你 IC 设计要强，要强，我 IC 通路要不要强？当然要啊，我就是呢什么都卖，什么都不行，
不奇怪，我刚才讲的全都卖。你要买什么来我这儿就对了，这就是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今天有上个礼拜有拿到那个浴火凤 凰，你感觉浴火重生了，为什么？来把挂头牌的打出来，3260是妍希老师，你又来了。各位看哦，看 K 线哦，妍希老师你又来了，前面带我赚一波，有股价压回的时候，你又说哎呦赶快啦，不理不弃。前面这一波是赚什么？产业先修嘛，对的，里面是不是有微钢？有的，白纸黑字哦，清楚明白。再来呢，股价回落，我还坐在这个位置上，继续给我说是不是一波赚完再一波？各位可以去我前面的节目听，是一波赚完再一波。为什么我们要吃一下大佬的豆腐？加减赚都很轻松啊，是的，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概念？因为记忆体来，你所有的吼那个产品，吼速度都要加快，要变成高速传输。那既然要变成高速传输，吼尤其是像电子车子这些，吼运算速度要非常快。那当你所有的电子产品运算速度要变快的时候，我的记忆体要不要加快？当然 要不要加宽？一定要啊！所以记忆体的需求会不会暴增？会的。所以啊，先从陈立白董事长，先讲记忆体，我这个明年要好一整年，明年要好一整年以后，三星呢也出来直接端出他的财报，告诉你很好，而且三星也讲了，现在 Netflix 之后可能要缺货，所以我呢逐季要涨20%。天哪，天哪，妍希老师，你光一个消费性电子，你可以有 IC 设计带我转过来，记忆体带我转过 去，有没有？有的。所以是不是那个连结要非常的清晰，思路要非常的清晰。再来再来，浴火凤凰今天还有谁？妍希老师，消费性电子你给我6732，今天有够水，当当当当啊，水再创波段新高。所以跟着妍希有没有吃香喝辣？越靠近可以赚越多。当然啦，当然你越少了可以给你，是我都可以不藏私，是，但是我希望你要赚得到。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个行情不是只是好而已，这个行情是很大的，是很大的。就来，好，你看到我们昨天的盘面，是昨天盘面小前顶亮灯，小前顶亮灯，小前顶为什么妍希老师还不讲？因为我觉得它很便宜呀、啊，好 ，CPU 的概念嘛，对，对不对？会员都知道啊，不然呢，老师扬眉吐气，你怎么不讲？对，它很便宜呀、它很便宜，为什么？先不说，我先不说，最强的当然是留给会员呐、对不对？那可是我给各位的，有没有看到微钢一路创新高？有的，深嘉电子一路创新高，哎呦，新日新我也没空讲，没错，一路创新高，是的。那我是不是从产业先修的文业是一路带你赚到浴火凤凰的文业？有的，还是一样创新高？有，所以再次恭喜大家，撸碳撸贼啦！老师有看到我们的YT 频道的好朋友们，我左手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字，哦、对是什么？今天有什么活动啦？来玩一个游戏好了、小游戏吗？心情很好啊，股票天天轮流涨停板，轮流飙。对你今天一定要认真哦，一定要认真。我今天带一个好康，一个好礼、然后是免费的，如何得到啊？我一直提醒你，这个行情是很大很大的，不止好，还很大，是很大。好，今天的题目后来，你看到妍希这两天有什么样的变化？来，镜头前的妍希老师有着什么样子的变化？你要答对哦，要答对哦，你可以拨电话进来，也可以在 LINE 的后台，对 LINE 的后台，要答对我的变化，近期的变化是什么？变化是什么呢？来把这个画面放大再放大，那个好礼你就可以免费拿哦，好礼直接带回去哦。对，只要你回答妍希老师。镜头前的妍希老师跟你之前所看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额头饱满吗？据说额头饱满哦，这个财库哦很猛，口袋满，然后呢金库也满，是这个意思。会员说：“老师，你帮我带，你带我赚到，你额头都发亮了。”我都跟会员说：“哇，本利也好奇啦，哇，本利也好奇。”所以我讲，如果我说额头很亮、很满，也算了、这样好了，这样可以哈。好，感谢甜心，赞来甜心，好来，想要把这个小礼物。好康礼物带回去的好朋友们，直接来告诉我们镜头前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告诉我们，小礼物就是你的喽！广告时间就留给大家。
欢迎您重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甜心的股票万中选一，给你都是最强最猛最标的，而且呢不止标还很有延续性。刚刚我们一直提到从产业先修让你一路赚到了浴火凤凰，不管是我们的立台也好，不管是我们的威刚也好，甚至有很多的股票老师都是提早都给大家了。好，说了那么多，我相信很多好朋友说，老师，你镜头前的你跟之前我看到有什么不一样？来，我帮大家再熏一下。哦，好，不要跟我说腰很细，腿很细。来，腰，你这边是看不到，只看到上半身而已。对哦，我已经帮大家看到右手 nipple 啊，卡成你狗狗。谢谢。哎，不能学我讲，好，要创新一点，要认真、哦，要认真看，好，认真看，镜、哦、头再放大。来，只要你猜对了，好朋友们。小礼物就是你的啊！对啦，免费拿好不好？我直接说，我说这个行情真的很大，很大，不止好，还很大，很大。你要知道这个吼，财报空窗期，是因为这几天财报的出来的差不多。虽然今天是7号，可是不管好的，会陆陆续续出来的，都已经 对我每天都在盯，好，就是财报好的。嗯，然后重点呢，你现在要看的不是现在的财报而已啊，你要看的是明年的成长度嘛。没错，所以我一直提醒你，消费性电子。回温，回温了。那你看哦，光消费性电子回温，我们今年的长辈股里面来，各位，联阳，联阳大牛股，对，那个时候就是在盘一直震，一直震，八月嘛，对不对？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创高，对，八月的时候一直震一震，我也是在讲联阳啊，严希老师，你讲了半年的联阳了，嘿，那联阳就是股价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哎，被翻了。看大盘你会很有感觉，是的。为什么这样讲嘞？来，各位，你有没有记得，当八月这波回落，我叫你看谁？定影投控。有，你说，我说你可以看那个 PCB， 基期比较低的，基期比较低，即便它回落，现在我告诉你，法人还在偷偷买啦，哎呦，直接跟你说啦，好，好不好？嗯，来，我是不是当时台股这样回落，我就给你来，你可以看电影投控，因为八月台股是这一波嘛，对呀。好，那到了九月还在震嘛？是啊，还在震。我说吼，消费性电子吼没有这么简单，绝对没有这么简单。是的，你联阳是不是一路成为长辈股？有的，成为长辈股以后，我可不可以给你3548？可以，背包经济学有的，赵卡波。林夕老师，你竟然吼连花钱。我这个人是这样，花钱吼，边花钱边赚钱呢。我要有一个出口啊，一定要啊。我认为福气是要留一个出口，所以会赚钱。没什么，花钱也是要会花钱，我认为是这样，人生嘛，是、啊、要有进有出，是的，所以花钱要不要找机会要回来？当然要、啊，背包买这么多，我要不要找机会要回来？当然要。那、啊、你有没有看到照例、然后照例以后我来，我是不是要给你3376新日新？日新有的，李希老师新日新我创高，有的，勿懒，就是这样啊。那同样是什么轴承的概念？是轴承的概念，然后十月。你看到大盘又还在整理、嗯啊、一直要破底，我说好啦，你不要再来看，你看我小礼物立台好不好？是啊，好啊，啊2465是不是前面一波了？有前面一波了，来2465前面一波，结果严希老师回落，你又叫我来拿产业先修班，你产业先修还帮我上立台的课，是啊，继续再上课给大家。同样文业现在也是、也是啊、所以我希望用这两份、就是千金万金的产业报告、让你、跟着我们的距离是可以越来 越靠近了。当然要、跟越紧，靠越紧，赚越多。今年的行情从目前截至目前为止23只的长辈股给大家、你说没有行情吗？ No， 别人没行情、我们趋势修滚滚烈呼呼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来接下来来，这个小礼物到底是什么？也都不用猜，老师真的很大心，很大方。这一份小礼物直接让你带回去，只要你说出镜头前的严希老师跟你之前看到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直接留言给我们，记得嘴巴甜一点哦。小礼物就是你的咯，广告时间一样留给大家。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平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赚不完。严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越赚越多咯。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咯，拜。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